今儿好日子啊，是立秋，哎，是贴秋膘的日子，哎，今天中午特意吃了四两素炒饼，贴什么膘了这？相信大伙儿也都贴了秋膘了，嗯，贴完秋膘上这看我来，我很欣慰啊，啊，我很高兴啊，嗯，今天在这儿是他们相声专场，对，啊，嗯，这个人叫怎么来着？不认识您就给我介绍，先引进出来再说。有名字这个人，当然了，叫什么？于谦，好名字，是吗？好好干哦，好好干，知道吗？哎，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吗？把这个搁在心里边，应该的，不丢人。哎，360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吃饭？对不对？好好的，跟政府也好好说，知道吗？有那天，有那天。慢慢熬着。我怎么越听越别扭啊？这话不是我这意思，就是希望你好。我谢谢您，希望你啊出类拔萃。哎，在你们这个艺术行业里边啊，成为一个可造就的人才。哎，得，我谢谢您，是不是？谢您吉言。作为一个老前辈来说呢，嗯，我也希望你有不明白的就问，有不懂的就扫听。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嗯，没事就多敏敏。多学学什么？敏而好学，学学这个《西游记》里都有这话，知道吗？哪儿啊？《西游记》里没这个啊，没有这个。虽说咱们不同行，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关系的。哦，不同行。哎，都是搞艺术啊。哦，专业不一样。您也是演员吗？我何止演员，我艺术家。您，艺术家好些日子了。是啊，哦，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哦，京剧，京剧，京剧知道吗？京剧知道吗？京剧，大戏，大戏。您说那是日本歌剧，跟这没关系，知道吗？讨厌，我是唱京剧的。京剧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你早就没不认识我的，是吗？哎，怎么称呼？超级玛丽。京剧表演艺术家叫超级玛丽。你看他可乐吧，多新鲜。我叫超级玛丽啊。超级玛丽啊，怎么讲啊？超级啊，比别人都好，在别人前面。超级玛丽。京剧界有俩艺术家，谁呀？马连良、李惠良。哦，玛丽两个人不如我，我比他们强，我叫超级玛丽。哦，比他们都强。哎，当然了，这是现在。嗯，当初咱们也跟人学过。哦，人家也教过。哎，上李惠良家里头。李先生那儿。上马连良家里头。哦，你得学去。那当然。他们这说戏都挺晚。是吗？夜里11、12点还说戏呢，等着我。那夜里头给您说戏啊？就11、12点、哦，我要不去，这俩人活不了了。是啊。就等着我。哦。啊。上立会粮食去，一进门管事的都急了，您排来呢啊，哦，你还打算干吗你啊，哦，快来哎，一进门那儿等着了，哦，弦儿也得了，嗯，鼓也等着了，立先生等着我呢，嗯，来吧，赶紧吧，是开家伙，大个啷当啷当啷当当啷当当个啷当里个啷里噔，唱吧，包开好吧，我的面儿来唱点包拿的包唱唱唱。尖儿啊，还在卖包子呗，包子怎么掉嗓子？那怎么这腔儿的？这就包龙图打作开封火，知道吗？啊，跟这个改过来的，哪儿改过来的？这是知道吗？唱完了事儿，赶紧，李老板，您先忙着，我得奔马连良那儿去。上马先生那儿？马先生还等着我呢。也等着您。一进门，马夫人急坏了，哦，你才来，老头都快不行了。啊，赶紧吧！一进门，这鼓弦儿都等着了。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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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嗯，啊，我外行啊，我超级玛丽，我别提这超级玛丽，知道吗？啊，从小跟马连良长起来的，是啊，马先生给我说戏，哦，最喜欢我了，知道吗？这个学京剧啊，千万不能够着急，知道吗？这个必须啊，这个用丹田去，知道吗？
这个嘴里边一定要清楚，吐这样清楚，知道吗？啊，真真的，观众无论坐在哪，把最后一排这个耳音都得送到。有这么几个句话，咱们京剧演员要唱起来得是这样啊。花200钱买小猪，这这喝水嘎巴嘎巴吃肉，街墙头影子就捡一声，你猜捡的屎啊啊！啊，这是上戏的说的。你说一遍，你说一遍让我听听啊。好，花200钱买小猪，滋滋喝水嘎巴嘎巴吃肉，街墙头扔着子儿一声，您猜怎么着死了？好，你这个说就好哈、啊。有时间上家来给我说说这个。啊打小小戏，闻见大江南北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超级玛丽就是我，没有不知道。是啊，但是在京剧界这些年，我非常的寒心呢。怎么了？看惯了这些个世态炎凉，文人相轻，艺人相贱，互相的排挤，很没意思。亲眼看着很多的小演员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对，很多人老艺术家都熬得不错的位置上了，不自重啊。做些不该做的事儿，最后吊儿郎当入狱，知道吗？您等会儿吧。啊，那句成语不叫，那叫郎当入狱。是那老艺术家小名叫屌啊。有唱戏叫屌的吗？屌、嗯，不让我唱啊！他们害我呀！是啊，活该。死不死？哦。啊，谁怕你们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哦。此处处不留爷。老子上铁路啊！把实话说出来了，好好好，师傅，啊，行行行，俺小三哪儿都能唱、哦，我就知道你们是全中国就这么几个团了、啊，就这么几个剧场了，不见得离开你们干不了了。哎、人狗不理怎么干的？嗯、啊，西单庆丰怎么干的？上海南翔怎么干的？对吗？全是包子铺啊！成都的韩包怎么干的？对吗？您跟人家比，杭州小笼包怎么干的？对吗？行行，小艺这个啊，别跟人家比、啊，说这意思不唱了，我不理他们。哦，走自己的路。好，我想说谁说谁去吧。嘿，什么乱七八糟？我抓那个去了，我对吗？这不是不唱了？我当我的艺术家，活该死了，知道吗？躲过我门也没有。后来他们恨我。哦，中国京剧界的害我，是吗？联合工商局的跟城管执法大队，把我们东西都没收了啊！是，气得我呀！啊，你怎么弄啊？看着大车把我那服装道具、哦、气炉子都拉走了。我那个后台吃饭呢，演员吃饭呢。哦，恨得我呀！好，不让干拉倒，活该，知道吗？我在治呗，知道吗？您这面儿爱上这动作可不错。是。我跟他们着不了这个急，我不跟他们着急，哎，不让唱拉倒，知道吗？哪儿都一样唱，对，哪儿都一样唱，跟他们不唱没关系啊。哎，嗯，今天在这儿唱的怎么样？哦，在这儿唱，在这儿咱们两个人，谁呀、啊？我，啊，我呀，你跟我唱啊？他没想到啊，您这嘴够有尿的。什么词儿啊？您这什么词儿啊？你这是南里人呐？怎么了？你这逮着蛤蟆挤出脑白金来，这叫是不是？挤死也挤不出来呀、啊！这知道吗？我那个东西都得城管那儿了。我咱怎么能咱不能这样唱？没关系，我没有服装啊。没事，没事，我的那个道具啊，啊，不用不着，我那些东西都没有。哪些东西？哪些东西？你这舌头有问题啊！舌头有问题，不是干这个的啊！什么呀？听这口风，你师傅就结巴，我告诉你。啊！没听见。说还念些个东西。念些个，这都这都成语，知道吗？什么成语？能语。成语。成语。对。知道吗？行。没东西，咱怎么唱？没关系。啊？没关系，咱就过过瘾，素身唱。素的。素着唱。没弄过素的，知道吗？没人吃，知道吗？那个老主妇来一看韭菜，扭头走了，耽误买卖，没有素的不干，门也没有，没有。这天弄肉的可爱坏啊！啊，坏了吧？像话吗？包子不唱戏吗？唱戏，你告诉弄素的干嘛呀？素身唱，素身啊！啊，谁告诉你弄素的？哦，不是素馅儿啊。我还纳闷，你跟外行没法说，清唱懂不懂吧？清唱啊，口轻点儿。
炒锅年呗，还是包子？不是，怎么着？怎么着？我说您离开包子说得了话吗？咱们怎么着吧？怎么唱戏呀、啊？是啊，咱俩唱戏呀、啊。骂谁？怎么着？不讲理，你知道吗？动手试试。我不跟您打架，知道吗？敢？我说您这。您再上后厨把刀掏出来，我受不了。没有，在城管那儿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提这事儿了啊！不客气，唱唱唱唱，咱唱，你跟我唱，我跟你唱。当然了，你这主要得听我了，那就你唱，当然了，你跟我瞧。这个，我跟您学点什么？你学点本事，你跟我瞧本事。您是再说去，再说去，再说去，你跟我瞧本事，再说去。我跟您学学能耐。哪说理去这玩意儿？我教你了，怎么样？这这教你行啊？先教你几出立会良的戏。好，武戏啊，咱独有的立先立派的戏，大武生戏，嗨，连拍本戏，七侠五义，唱全了四十来本。不不不，咱这唱不了这些啊。对，掐通往阵，哇，通往阵啊，郭阵，嗯，龙屁阵，擀皮阵。传线阵，您又要包啊？是怎么着？是连台本戏吗？本戏哪有胳膊？这什么这乱七八糟的？武戏呀、啊，武戏！我给你掰腿，哎，我给你握一握，咔嚓一声，好啊！别，算了，哎，站在这桌子上，我一坐，咔嚓一声。您这是握腿吗？这个，反正叫汤用的这个。啊，算了吧，不来了。我这岁数再学武戏晚点了，来蚊子吧。哎，唱中戏吧，蚊子蚊子便宜，蚊戏便宜是吧？你是按天算呢？你说按对儿怎么着吧？你打算花多少钱吧？跟您学戏还要钱呢？你多钱不要钱吃什么呀？是吧？哦，还给钱？怎么着？不打算花钱？不打算？不打算花钱？那瞧戏啊？您就咱俩就随便能唱的过过瘾就完。让大伙儿瞧瞧我。我也没打算跟拜师学艺。看看我这艺术是吧？啊，就是嘛。也好些年不唱了啊。这个打他们迫害我不让演出了。四十来年也不唱了，说良心话啊，四十多年不唱。我决定今年35岁生日时候，我好好的，我搞一纪念活动，知道吗？因为可能包子吃多了，嗯、咱们来吧，啊，现在来吧，开始，来，来，唱吧，我等不了了，快点，来呀、啊，唱戏、啊。我说您请一打手去成不成？您老跟我这晃这范儿是唱戏吗？这个是艺术家呀，唱来吧。来、哎、你要多少你怎么着你要多你来多少什么叫来多少我怎么听您这不像唱戏不是真能唱吗真你还见你本事那咱得挑出戏唱啊您这那什么都不问您摆一架子就要唱戏了哦忘了挑出戏挑一出戏唱 啊您挑一出戏唱挑戏这咱俩得商量我会不了这么些了哎这个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哦我不像别的演员一出来撇大嘴我会1万多出戏呢胡说八道，没这么说，哪那么些？我学的时候我就学了50来出，哎，这是在理。50来出还不是出数都好啊，最拿手也就18出。你瞧瞧，过去我们唱戏都写在折子上，叠好了，哦，一个折子上写上一个戏名。对对，我就会18出，就这18个格，就我最拿手就这18个格，知道吗？你数去，就这18个格，知道吗？你呀、啊，这玩意儿狗不理出来的吧？啊、我不理。废话哪儿？18个格还带首饰的呢？唱戏吗？唱戏吗？不就有这个吗？哪儿就有这个呀？老生不都这个吗？京剧那个，嗯，没有，现在不让这儿了。在这儿就不在这儿。撵瓤头吗？撵这个？哪儿啊？没有啊。没有这个。哦，你们这京剧摆折了现在。压根儿也没有您的事儿，是吧？哎，挑出戏。挑出戏啊？挑出戏，挑你挑，我挑啊，你来，是你来啊啊，我挑，咱们唱一出二进宫，外行了吧？怎么？一听这话就是外行。二进宫，咱们有规矩。怎么了？一气得。一气得，二进宫，让人笑话。让人笑话。您的意思是跑了气就蒸不熟了？那当然了。我、哦、这膈应膈应，知道吗？黏黏糊糊的啊！粘牙，粘牙，那不再不行，这戏不行，换一个，换一个《空城计》。来，这搞笑啊！这小花脸戏最幽默，
这最幽默这戏啊。怎么？空城计。空城计。你看着满满登登一掀盖，任门没有。是吧？空锅。闹着玩。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没意思，小花脸。空城计是小花脸。不，你再换。啊？再换，再来。我可会的不多。您说，您要会，咱就唱这出。哎，哪出？黄鹤楼。黄的。啊。剪大了。发面了，揣剪子没弄好，给多了。黄鹤楼跟面没关系。黄鹤楼啊，黄鹤楼在无底洞的前面后边。哪有无底洞？没有无底洞。唐僧嘛，他们取经去。您说那是《西游记》，跟这两码事。啊、对，这三国戏。三国啊，韩国、日本，怎么着？马来西亚？干嘛呀？您这有马来西亚没有？什么马来西亚？什么三国？您没看过这书吗？看过，看过。魏蜀吴三国。对对，三国啊，怎么着？你说，快点！这我还怎么说？我考考你，我考考你。您上这考我来了？我就看他脑子快看。搞一个智力测验。三国戏呀，东吴下书请刘备过江赴宴的。黄鹤楼，刘备不乐意去。啊，然后，来，给拿这儿。啊，给拿这儿，快！你说你说，我咋这么笨儿？你看，来了，来了，说刘备不乐意去。啊，结果去不去吗？去了，你看上定计，这不就得了吗？啊，请三国，三国请刘备过江。对呀、啊，不乐意去。啊，诸葛亮让他去。对，刘备就去了。对呀、啊，对吧？走吧。啊，走啊，走着走着，哎，前面出一问号，刘备一蹦，噔噔。哎，出一蘑菇，把蘑菇吃了，刘备长个了，长个，还往前走，怎么样？又有一个一问号，一碰出一朵花儿，吃完花儿，刘备一抬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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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能打子弹，带刺儿的王八就来了，知道吗？就是超级玛丽了，认不得我这女儿，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没有，有没有后面呀？没，前面这都没有。你们现在把这本都改了，什么？压根儿也不像您说的似的。不要这个，带水战刘备过江赴宴，就这点是吧？就这一折。这创蘑菇有没有吗？还要不要了？创蘑菇什么都没有，不要那个，哎，什么出蘑菇出花全没有。改编本了，改编本了是吧？改编本，您那才算改编本啊！改编本，行，快上这个吧。说你着急，真着急，我告诉你，谁着急呀、啊？可了不得，讲戏讲了半天。好好，唱不唱？好，来来来来吧，我都等不等，快点，快点。您这都没说好了，您唱什么？好好好，对，这咱得分分角儿啊，这里头啊，行，你来多少？你说。您这老奶没口，咱俩唱过呀？不是你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戏没法跟你对啊！我这满嘴外行话，你上家去，你上我家去，你天天去，连续十天，给你退兵卡，八八折以后。还是包子铺啊？你看你不会，到上家去。我上什么家？咱俩这儿唱戏，我上什么家去？快，你别喊，你闹什么闹？分包感觉，咱俩得分分这里的角色。有事说事，别上那么大嘴，打小就怕尿惯了啊。咱不带人身攻击的，行不行？我怎么着？你怎么着？我怎么着？三儿，你来什么？哎，这还像话？哎，我来刘备啊！啊，刘备，刘备啊！刘备不跟唐僧取经去了吗？也没事，你也翻翻《西游记》哈。不是，你别着急啊！我因为这个，我这几十年没怎么唱，我对这个传统剧目啊不是特别的熟悉，知道吗？这个刘备啊，刘备刘玄德呀，您这刘唐僧取经干嘛呀？刘玄德啊，什么身份？皇上啊，您这皇上啊，刘皇叔，刘皇叔，哎，好书你都卖了，皇叔你都我谈吧还啊。我告诉你啊，再说我没逮起来，你可快逮起来了。我没刘皇叔啊，谁呀、啊？没刘皇叔，你便买皇叔呢？你要卖不是吗？买吗？谁卖呀、啊？你自个儿留着。刘备，刘皇叔，刘皇叔啊！我怎么着？我留谁？不是你这，您要喜欢，您把这盘留下。有吗？什么有？有多少？什么有多少？不是你怎么？哎呀，急死我了！你还急死您了！跟外行跟您说啊，找不了这急。
照我那伙计，我早打他了，你知道吗？没伙计什么事啊？您来诸葛亮，我来诸葛。来珠子是吧？清真的买卖就不做了是吧？你该卖也得卖啊！什么乱七八糟？你这什么？怎么着？你诸葛亮知道吗？啊，孔明啊啊，孔明啊，诸葛亮啊，看吧啊啊，怎么样？行，可以，那我来吧。诸葛亮、孔明，我来俩，听了吗？哎呦，行行，您看我急死您，急死我了，诸葛就要我亲命了，告诉你，怎么难这玩意儿？我您还有一擦汗的呢，我这都没有，知道吗？你不能跟我比，我告诉你，我这随身都得带着。行了行了，诸葛亮、孔明一个人，一个人，不俩人吗？一个人，又改一个人过继了。您给人找一干爹似的啊！啊，父姓诸葛，单字名亮字。哦哦，一个人。啊啊啊！然后呢？您来，我怎么着？您来是诸葛亮，他乐意吗？啊！您这还开黑店呢，是吧？店把诸葛亮包了啊！咱们这乐意不乐意啊？不是，我就来这个吧。那还是来这个啊！啊，那来吧，开始吧。还怎么着？还远呢？还好吗？我再来个张飞。我赶一张飞，不黄鹤楼吗？是黄鹤楼。这流沙河什么事啊？怎么还是西游记？张飞嘛，不流沙河吃人，后来唐僧来被他收走了。不是那您说那是沙僧，不是一人啊？这更俩人了，这不是一人啊？不是一个人。你说在沟里就告诉你啊，我那是沙和尚。你来谁？我来张飞。你来张，那我来沙和尚。谁来沙和尚到底啊？非演沙和尚啊！你说的打刚才不为过江遇沙和尚，遇沙和尚干嘛？谁遇沙和尚了？谁也没遇沙和尚，那还唱什么呀？那个，哎呀，我你这没沙和尚这戏还什么意思啊？啊，三国戏没沙和尚不能唱是吗？那也能啊，这就不能改良呗？什么改良啊？您这里来没有沙和尚，没有沙和尚，您来鲁肃。来碗素卤吧，我们这都给粥，来点芝麻酱没有？这醋蒜吗？来点豆芽菜，这抻面呢？您这是什么都乱七八糟，那不让卖这个啊？您这包子铺我知道，我怎么回事？这么乱呢？鲁肃如此地，鲁大夫这人嘴里都没准词，您听见了吗？我没准词啊！鲁子敬知道不？知道，鲁大夫，行啊，大夫好，大夫啊，大。大夫官职大大夫谁大夫你有病你知道不是怎么着你着着急气死我了告诉你谁气死谁呀、啊、就真跟着外行找找这病就这么四个人那怎么着呢从哪开五行山开啊好您这要不啊行了来吧啊刘备过江刘备过江开始行张飞闯战就算结束了就这点啊还唱个戏胡啊那行好不好那我教教你呗就是吧啊嗨您有跟您学我跟我学呗是吧、啊、来吧开始唱来怎么您有这劲儿把桌子搭后头去了搭桌子多新鲜呢搭桌子从前后台呗桌子前面呢前台啊桌子后面呢后台我在后厨待着您先上前面来吧怎么着您先把散座那座搬上来有买牌的是怎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叫什么小座小座是吧搬一椅子小座是吧就是一把椅子啊就是一把椅子那仨人坐哪儿呢还仨人呢一般一个桌子坐四个人嘛我拿醋碟去你找看拿醋碟干嘛呀你这怎么回事不是包子铺了不是哦嗨您一定得从包子铺出来知道吗要咱这没法唱尽量吧什么尽量啊这就开始了归后台好归后台到后边哎对我这化妆吧啊对对啊我这演诸葛亮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化妆呵呵这也不错专业的嘛跟业余的唱就是不一样不好都常来各位啊哎行常来啊是干这个的哎对了怎么着开始啊什么办法这是这多好热情服务周到童叟无欺价格公道啊行了您这套就甭使了嗯第一次不来怨您第二次不来怨我啊嗯啊哼
话给您说了啊，没场面，没场面，没场面，咱只能凑合啊啊！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打家伙不行，俩人都上。不行不行，不能打家伙，不能，有规矩。嗯，打家伙是骂厨子。谁让您摔碗了？不许啊！打架蘑菇点知道吗？蘑菇精啊！哎，这也上得来？怎么还动手啊？这看我这这玩意儿！唱唱他妈起唱起，唱唱唱他妈起唱起，唱唱他妈起唱起，唱唱唱他妈起唱起。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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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怎么了？咱俩是大秧歌出场啊！我没事，晚上净上那楼底下那跟老太太们跳去啊，活动身体、啊。行了行了，这没人看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啊，不要这个，家伙点，您知道出吗？我知道，打什么？你说呀，听听，哎，你说呀，你忘了？我不会吧？我干嘛不会呀、啊？我听听，刘备出场打小锣，打小锣啊！你学一个，我听听，你瞧瞧，小锣没有劲，来，听听，哎哎哎，这来多少？还来多少？别准数啊！别糟践了，来多少？这也来多少？看着来要不？这可不是看着来，看着来啊！哎，好，看着来，你给我啊！别抬了，怎么了？过脑袋了都，怎么了？什么呀？您这是？你不告诉我这管够就完吗？到中间就行了，到这儿就得了。那可不是吗？你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没这麻烦，你知道？再有一个，哎，咱俩得一块儿出来，我也得出来。当然了，我出不来。怎么了？我看着过呢。啊，怕跑了戏还是怎么着？我出来啊！咱俩一块儿上，一块儿上，场上合适吗？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行啊，来 来, 来，我怕你紧张，你知道吗？干嘛紧张？别害怕，来，别见了汗了，一块儿啊！哦呵，嗨嗨嗨嗨嗨嗨，啊先生，哎，一块儿，哎呦呵。你吓我一跳，你先出来得卖你啊，让观众瞧瞧你。卖谁呀？ 啊, 啊，您还卖包子去得了啊？卖谁呀？您站一排呀、啊，站一排啊啊，站一排。啊、咱俩得说话呀、啊，还得说话呢，多新鲜呢。哎哎，好好，脾气太大这人，脾气大你这教这么些学生没见过这样的您。啊，先生啊，先生，俩先生，几个？几个都没有。来多少啊？我说您老是卖包子不成？哎，怎么着啊？我叫您先生，您不能管我叫先生。我怎么叫呢？您得管我叫主公。主公，哎，主公什么玩意儿？您这什么玩意儿啊？你怎么着？主公就是皇上。谁呀、啊？我。你是皇上、啊？大伙儿都瞧去吧，国家没人了，看见吗？长得跟包子似的，当皇上。你看，您看谁都像包子。什么呀你他当皇上你看这事儿呢怎么不是我是皇上那谁是啊刘备是皇上、啊、刘备是皇上啊好、啊、来来来来好吧明白明白、啊、明白啊先生啊皇上主公不皇上啊皇上就是主公您这儿得叫主公小样还整俩名呢啊您俩名、嗯嗯、啊先生啊公子啊驸马娘啊我哪出啊？怎么了？探母啊，这是。先唱探母啊？什么先唱啊？黄鹤楼知道吗？黄鹤楼啊？对呀、啊，对呀、啊，黄鹤楼，黄鹤楼有打人吗？啊？没有，您唱的不对，知道吗？哦哦哦，该您说话了，该我说话啊？哎、叫我叫你啊？啊，是个公。重来啊！啊，再先生，啊，是公，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太苦了哎提起此事话到场了在1953年美丽的阴谋和谭被揭穿他的阴谋北窜南朝鲜什么乱七八糟的多好这个什么活您都往西游记那儿串
这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该我了吗？该您也没有拜板儿这里头。是啊，后边不讲这事吗？发配去吧，这个孟州诺不有这个？没有，没有，就这跳口啊，没有跳口啊，就这么一句，就一句啊，哎，就一句啊，哎，可不是吗？行，你看我那不一样，山人送主公，我那本子搁到后台那塑料兜里边，搁丢了，你知道吗？您这本子都搁塑料兜里，嗯，都丢了，人家不怎么样，不太一样。再来，再来，啊，先生，啊，之后功夫过江之事，你把姑啊逮捕了。哎哎，对，来，说来着，怎么着？啊，您这打架子，不打架子，您这认了不成？哦，不能这样，多新鲜呢！哦，你看这玩意儿，还没交代清楚这里边打家伙，还打家伙？哎，打什么来着？螳螂跟着，螳螂跟着，来吧，开始啊！过不了了，行啊，我这点我听过。哎，你把姑害苦了，螳螂起来的，螳螂起来的，螳，老恨先生理不当，肉包。怎么乱七八糟的？人京剧不有这一唱这完事梆给一下子吗？不有这个吗？有这个也不能出字儿的。对对对，我们这老本都带这个，你知道吗？没有，不要这个，不要。嗯，来再来。不该苦苦还不忘，梆龙潭虎穴不去闯，螳螂腿嘞，螳螂腿嘞，螳螂腿嘞。怎么老有这招啊？不许放不了这个，怎么没听说过？赶紧开始，山人送主公，这是啊，还有话呢，多新鲜啊！来来来，您这是干嘛呢？哥，你瞧这玩意儿好玩的东西啊！嗯，龙潭虎穴不去闯，山人送主公，哎，诸葛亮啊，哎呀，外国的，什么都会，没听说过。分明是从不安，难以还乡啊！但愿宋志公，点，哎，宋志公，点，哎，宋志公，点。你那边哪儿啊？你给送了，你送我哪儿去啊？你我一般都得送到那下边去，你没听说过？往下轰我这怎么着？不是怕你吃的喝了不消化？您这还有一对词呢。还有什么词啊？啊，这山人送主公完了以后，您这该唱到我了，可不是吗？呵，你瞧瞧啊，这到我了，可不是到您了吗？还让我唱啊？你听吗？我不听，我一人站这干嘛呢？我，你听我，多新鲜呢！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这人要玩命啊，这个。这点这是咱们有额外金德的东西哦，这真东西出来了，跟别人不一样。您尝尝，有额外金德的东西。哎，好，这点这是一下场 啊，诸葛亮先给你开灯谜，知道吗？远瞧灯大，近瞧大灯笼，走近留神看，看像石虎。幸亏我捂住了啊，石虎宽，走，先跑吧。啊，这没听说过，这不，这一个小时零三刻钟，行了，就是打灯谜。诸葛亮出来开灯谜呀、啊，哎，这好，不像话，老本都有这个，是吧？老本没带这个是吧？没有，哦，那怎么回事？该您唱，该我唱了是吧？啊，我唱啊，对啊，你看，可乐吧，是吧？那有什么可乐？你想想，我想什么？别来这套啊！别来这套，装傻充愣不行，知道吗？啊，知道吗？会就会，不会就不会。对呀、啊，是吧？别骗人，是吧？没有。说句什么词来着？哎，谁不会呀、啊？是吧？不是你蒙住，刚才开灯谜开的蒙住了，是吧？还蒙住了啊！主公上马心不爽，知道啊？主公上马心不爽，哎，为我哀家泪如马，嗯，将身妾纸打街头，嗯，走儿蹲在芦林水铺惊鹅呀。提拉一小马，您这得说着这个女人不许。哎，高谦别闹啊！谁高谦？别唱高谦，哪儿高谦啊？多好这个！您唱的哪出啊？这是我唱黄鹤楼啊！这是黄鹤楼，您真我这词儿就这样，我那词儿就不这样。你说我听听，给我弄这。你说话还有什么两个？说全掉了。你说，主公上马心不爽，哐！山人八卦袖内藏，你还哐！
你哪句不会呀、啊、你您先来个这话两句就错了，你还再有错两句吗？蒋孙且做中军帐啊，后边等候涿州易得章，你先算你狠，行了啊，行，好，行，好吧，你把我词儿框出来算我狠，照你照我的来，照你来，你照我的来，先从灯谜那开始。行，您还照我这来得了，那不结了吗？好吧，来该我了啊，打家伙。上马心那么心不爽啊，心那么心不爽啊，有闪人呐、啊，八卦在袖内烫啊，烫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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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诸葛亮张飞俩人出场河南坠子，多好，这对口的坠子，这啊，对口坠，这加这炕单加十块钱知道吗？什么乱七八糟，那你不给这没有变性才上这个是吧？啊，怎么您把裤子里那点事儿先放上，我没想着啊。啊，上二黄知道吗？是怎么了？二黄啊，二黄怎么回事？这徒弟啊，没有啊。主公上马心不爽，唱你唱。主公下家伙呢？啊，狼铁打你打我没见过这样的，知道吗？我唱戏唱那么些年了啊，我没见欺负人的知道吗？啊，我早知这样，王海没咱俩唱这个啊，你这受不了这个。我呛啊，呛了，我卖包子还带呛的似的啊，像话吗？你会唱不会唱？谁不会唱？你真明白假明白？就唱这词知道不知道？废话，我就来再说一遍，投你什么？快点。四句啊，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转身且做中军帐。你看你说。这位耳朵还不太好，说说说，蒋申且坐中军帐啊，等候涿州易得章。你打家伙！螳螂腿，螳螂腿，螳螂腿，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绣内藏，蒋申且坐中军帐。再给你，等候涿州易得。唱谁唱？我可乐着呢。说话呀，啊，说话呀！担任双职工还说话？你说的吧，这儿有白职工。怎么着？您这一句不会，包括在这儿说你。我怎么了？唱戏不怎么样，这位置记得还挺清楚。你说怎么着了？我站这边胆儿大，你知道吗？行行，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不就这两句吗？是啊，你说我的词儿这不一样吧？是吧？啊，这可不是不一样。稳坐什么乱七八糟？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稳坐中军帐，等候。行，接下来准备，行，对吧？来吧，你看我还是照那个，你看这个，这舞台调度，你看。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走啊！哎呀！行了，这不行，这要是端着一屁，这别算啥东西。谁让你端的啊？端屁干嘛？这太危险了，这人。这就他就太危险了，这。没事，别害怕，不害怕。张飞出来的，你放心，不害怕的。不害怕，不了不了，太累了。再来一遍，文坐中军帐，唐昊易得章。别害怕，别害怕，我害怕，我害怕。你也喊什么？你也喊，你我喊，俩都喊啊！咱俩一块喊都不害怕。没听说过啊？喊不喊？俩人不害怕，没关系。你害怕不害怕？我害怕，你不害怕，你别喊。我害怕，我喊不完了吗？对吧？害怕不害怕？我告诉你啊，让你给掉袋兜里去了，你坐这儿，我告诉你，坐着，坐着。张飞上场了，知道吗？打家伙啊，打家伙，看吧，啊，是啊，打家伙，您看什么呀？
我打吗？啊，我给你这面子吗？他过这个吗？开放枪能得了对吗？咱俩唱戏还什么过不过这个？对呀、啊，你看看是不是？怎么着？打架吗？打吗？打啊？怎么的吗？啊？打架？怎么打？啊？啊？您甭打架了，您回去打线儿去。怎么打了？怎么？你快说，急死我了！你刚才打那架子不会吗？我刚才打吧。好身体不要干这个啊，挺好，每个人爱好不一样，我就好给这外行说戏是吧、啊、谁外行啊，这开玩笑，其实我们两个人呢确实是通家之好、哦、哎，两家从上辈关系就不错啊，他唱戏呢比我唱得好，他这是家传，他媳妇是干这个啊我媳妇干这叫家传啊，大家
我唱大鼓也家传，我媳妇干传。两家都家传，我有时没事上他们家去跟他探讨一下经济问题，让嫂子教教我啊。有时候还没事了呢，跟他爸爸我们爷俩坐块聊会儿天。他父亲太可乐了，太可乐，老爷子没有这么可乐的人了。好玩，上家去我有时就乐，满屋里到处供的都是关二爷的神像，木头的、铜的、铁的、金的、纸的、画的、塑料的，什么都有，满屋都是啊。这儿一神像，这儿拿着刀，关二爷，这儿看春秋的，各式各样，满屋都摆满了，屋里都下不去脚，天天开着窗户跟窗台上看啊，就这样。我很奇怪啊，我问过他父亲，我说人家信这个神仙，也信观音的，信财神的，信这信那都有啊，为什么您信关公呢？这观音堂有什么值得您信的？一回头，跪，怎么了？太不尊敬二爷了啊！胡说八道。行，先漱漱口，漱漱口再说。弄杯水，来漱口，还挺虔诚。老爷子，为什么您只信关公呢？等会儿，这回能说了。是，您为什么这些个神仙都不信，只信关公呢？为什么？为什么？告诉你，记住了，压中，知道吧？看几句大实话吧。好，就是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太多，一共是九场节目。对啊，剧场呢晚上有旅游团，一万多外国人都跟胡同口那儿摊煎饼了。你们大伙儿走了，他们就进来了啊。那玩意儿咧的，我们进来喝水来啊。有一个小曲儿的大实话，我们经常拿这个当团底的节目，对，给大伙儿唱一遍啊，挺有意思。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上万物似黄金呐，争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唐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是君莫沾，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呢，就把这相声大会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分列位，愿诸位高开进宝，日进斗金。